Hello， 各位，今天再次出来跑庙会。那我后面这一次那个波兰宫宅田户坑户沉水坑王哦，底下可以说是赫赫有名。但是我们今天要跑的不是这里的庙会，是这间模型庙会啊，各位，这是我们蔡家联谊会首次首战哦，首次出来给人家占尽昂端。好，这是我一个朋友带人进这一回。哦，听说今天来了不少大款。不过大家知道我是平常是真的不会出来跟人家占镜的，因为我真的太忙。但是这间没塞不来，因为这一个整个模型玩庙会系列的开头就是他跟我讨论出来的。好，一开始我只是有点想法说要不要来拍这个东西，然后是因为这个我们台南县咖喱信队会的这个人在有一次的庙会当中跟我聊了很久，说他有在玩这个，然后说我可以拍拍看，所以这是模型玩庙会的开头。所以他这次赢老人，好，上天书一定要来。哦，这活动中心来，这里赢老人，看我看好多拉炮。哎、欸，开始摇，开始摇。什么时候开始走都不知道。看人家连吊车都出动了，有没有？看这会不会太大管啊？你看那个装备有多齐全。就跟你说，我们是小管而已哦。来来来，感谢这周冒烟，这周冒烟呢？这种干爹，水雾一响二用哎，怎么用的？我真的假的？太猛了吧！插电的看起来好像有在卖，我去找一下。所以哦，哎，神房都出来了。这真的猛到不像话，我材料都在家里，我都做不出来。哇靠，还有盆栽，超猛的，值得我们学习。你看这人是牌楼有装电灯，我们应该偷学一下。哦。这两位很面熟哦，从我们挖角过去的哦。在菜头会娱乐哦。他们进这回。接下来有一个昂达，听说他们的主家超帅的，那就是我。你看，我们现在正在清达，因为我刚刚才摆好。是来占尽人家，我就睡过头。金州上贵电视的啊，太低调了，超帅的。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霸气的龙？集七颗龙珠就可以召唤它出来哦。大管，小管，谦虚，福利之间，钢管吉普啊。鲤鱼阵跟龙阵都出来了，你看我鱼厉害不？这都有装电灯呢，超萌的啦！这边发起来啊！头阵你家，顶户天书，开始上天书。超专业神房。我是倒数第二啦，所以我可以休息很久啊，但还没讲完啊。
灌水管的声音。今天阵容是相当庞大，他已经出发超久了，尾阵还没办法开始动。前面午餐时间了，那个便当拿够大，在那里有哎哦。下午场开始了，休息好久哦，那困。下午场开始哦，那今天别回嘞，用台湾休息点心。头阵已经到我们红毯了。扫地之功。
我们车阵都要进来了哦。前面的人都已经开始在收了，第一个红毯已经收了光光了。好，正对正对，三轮车在保驾。前面，这边下一个就是主家了，那边塞很久。这是一对羊呀，嘿嘿，这看着像帅。哈哈哈哈，炮战都是这样玩的。摆的时候很快，现在要收感觉，然后有点麻烦。